大份辣椒，辣椒肉，小火慢炒。你再想想，这是个馒头，这一块就厉害了，全是羊毛。徐州，两位，你是要哪的给穿哪的吧？对。这个小肉，菜锤子好吧？菜锤子。对对。这刚串好了。对，刚串好。这就是徐州的臭豆腐，点菜这些自己拿吗？哎呀，没有羊尾巴这些东西吗？有，我都是做断了。这五花肉是鲜的，对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羊球好大，再看那个油饺子，给大馒头了，好凉。臭皮，就这几个了吗？都够吧。五个。青椒。这个还没串。臭豆腐，再挑两个臭的。烤的馒头吃过吗？就这些吧。哇、哦！哎，煎完好嫩。辣椒开放。全是羊毛，漂亮，羊尾巴，这是徐州的北串，这大份辣椒，大份的肉，这上面厚厚的一层，全是羊肉，太赞死了。这个是羊肉串，肉筋，还有牛心口。这一块就厉害了，羊球、羊腰、羊鞭、羊眼，还有羊尾巴。这个油饺子我真的好久没见这么大个了。臭豆腐、青椒，还有点素的。这个就是只放盐的烤北串。吃烧烤怎么能少了茄子、辣椒，还有毛豆、花生 ？Action！ 出去这么多天，什么都不馋，就馋徐州的烧烤。先让它烤一会儿，搞点茄子、辣椒。对，还是家乡的味道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自己再操作一下，小火慢烤，来自家乡的味道。哇、哦、哇，真香！这个大的应该是肉筋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烤北串，纯纯的吃的就是肉香味儿。这种串越嚼越香。他家这个五花肉是鲜的，哇、哦，特别香。这是徐州的甜醋，也是烧烤必备。越烤越香，把这个油都烤出来。这个油饺子真太大了，卷一个就行了。油饺子卷馍蘸点醋。哈哈，纯纯的羊油，真办事。羊球和羊鞭，特别有嚼劲，这都是羊的宝贝，特别特别的嫩，跟吃豆腐似的，但是豆腐肯定没有肉香。羊尾巴每天都是限量的，这是个馒头。我买了羊油和孜然辣椒，烤完之后又香又酥又脆，每次都绕不开的羊眼，一如既往的 Q 弹。你再想想，这是个馒头，烤好的馒头，太办事了。哦，这个馒头太吸油太入味了，看侧面上的油已经渗进去了。这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巨香！臭干、辣椒，再来点蘑菇，再弄两个羊肉串，荤素搭配。粉丝先吃，粉丝吃完我吃，比纯吃肉还香嘞。
蘸点甜醋。真的香绝了，再来一口。哎呦，今天吃的真的是太爽了，欢迎大家来徐州吃阜阳，感受徐州的阜阳文化。你会发现满大街的烧烤还有羊肉馆都是满满的人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加上这露天的环境，一边撸着串一边吹着牛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 See you tomorrow。